早 morning NC 早，艾米早，大家我们开始 OK。今天有个玩，我们做 classic， 然后后面的时候学一点点 twisting， 还有拉身体旁边。OK， 今天主要目的是有拉筋。所以家里有 block 可以准备 block。没有 block 也没有关系，没有有 block 的话可以去省一点点，这个是给等下想要去省一点点的。可是 twist 的话，我们可能会用到绳子，没有绳子的人没有关系。你准备一条布，长一点点的布，麻烦的布也可以，OK， 什么布也可以。然后我们一起做 cross leg 这样子，普通的 cross leg 这个叫做 skasana。然后坐直一点点，手轻轻的放在膝盖上，把我们的肩膀，两个肩膀绕一圈，从前面绕去上面，绕去后面，然后肩膀轻轻的放下来，这肩膀是放松，让它靠近地下，跟耳朵离开，所以颈项是长，颈项放松头，放松，轻轻的把颈关起来。用一两分钟时间，我们慢慢的、慢慢的用几次深呼吸，放松心情，放松头脑一下。所以我们也是慢慢的开始专注在自己的练习上、呼吸上。普通的呼吸，顺畅的呼吸，不用特意的把它弄长，不用把它弄短，就普通顺畅。然后我们去注意我们的呼吸。专注还有观察我们的呼吸，好像自己是一个观察者这样子。观察那个空气的流动。这空气是从身体外面经过我们的鼻子、鼻腔、喉咙、胸部、我们的肺部，然后进到我们身体的每个部位。在吐气的时候，还有慢慢的从每个部位，通过一样的部位，我们的肺部、喉咙、鼻子、鼻腔，然后出到身体外面。就去观察这个循环，啊，尽量的每一次吸气都让多一点的空气去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，吐气的时候我们让空气吐到完，吐出去身体外面，跟着我们的压力吐出去外面，然后再来重新的开始吸气和吐气。现在观察我们的呼吸，我们已经正在静坐，我们已经正在练习我们的冥想 （meditation）。眼睛可以继续关着，我们要做一个呼吸法，简单的呼吸法。OK，用我们的右边的手的拇指把右边的鼻孔关起来，用左边的鼻孔来吸气和吐气5次。OK。不要想太多，又是普通顺畅的呼吸，跟刚才一样。吸气的时候，空气进到身体的每全部部位；吐气的时候，吐到完，就这样简单。
完成五次的呼吸，我们慢慢的换手，左手的大拇指关着左边的鼻孔，然后用右边的鼻孔而已来呼吸五次。这也可能有一边会比较难，有可能一边比较阻塞很难，然后尽量的顺畅吸气就好，要尽量的顺畅的吐气。可能甚至可以感受到吐出去的空气的温度，可能比较少一点，比较热一点。那你完成五次过后，放松你的手，然后回去普通的呼吸再五次，去感受一下我们身体做完这个呼吸法过后有什么变化。没有变化也没有关系，但是可能有顺畅一点点我们的呼吸。那慢慢的吸气的时候睁开眼睛。Namaste。我们开始，我们第一个动作，我们去从 Sukhasana 刚才换去金刚 pose， 这个是 Heels pose。慢慢的膝盖在一起，尽量的脚跟靠近，脚趾头靠近对方，坐在我们的脚跟上面。OK， 我们已经开始练习，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让它垮下来。如果垮下来的话，我们的脚跟这边很不舒服，脚踝不舒服，有没有？不要让它垮下来，有一点点把膝盖搭到脚趾头推去地下，想象有头顶去上面拉直一点点感觉，所以我们已经坐直坐稳。这 pose 已经不简单，有些人已经觉得脚不舒服，留住一下子，手放在身体旁边，直直的。OK， 吸气的时候手伸展去上面，可以后慢慢的头也朝上看我们的手，可以的人手合起来，不能的话没有关系。吐气的时候手轻轻的放回原位，可是不是垮下来，身体没有垮。只有手放回来，下来，吸气伸展，一样的东西。吐气，手放下来，下巴朝下，朝去我们的胸部。吸气上，伸展多一点点，有一个人拉你的手伸展去上面，然后你又把它合起来。吐气，手轻轻的放回原位，下巴朝下，靠近胸部。最后一个，吸气上，这是十指交扣，把我们手掌心推去上面。然后头看回前面就好了 ，OK。想象手掌心跟你的臀部是反方向，脚跟是反方向，拉对方，脚也有推去地下一点的感觉 ，OK。反它，反它，颈项放松。这里吸气，把手掌心推去上面高一点点，拉长身体。吐气的时候，把胸推出去前面一点点。手再去后面，做几次，吸气回来，吐气，胸打开，去前面，去上面，手再去后面，吸气回来，伸展上半身，吐气，再打开一点点，肚子有做一点点，不要太放松 ，OK。再次吸气回来，弄长身体一次，吐气打开，这次留住三个呼吸，可以的人看去上面一点点，你还要推你的。脚背去地下一点点，不要让他身体那么重 ，OK。慢慢的吸气回来，手放松，吐气的时候手指头朝去前面，抛去前面，肚子和胸进去里面，所以手指头跟你的肚脐反方向一点点，然后下颈项放松一点点，不要缩你的肩膀起来，放松你的肩膀，耳朵跟肩膀离开。很好，慢慢的两手打开，吸气是去左去右，去左去右，慢慢的手带到身体后面，绕一圈去身体后面，十指交扣，吸气肩膀打开一次，吐气的时候上半身去前面一点点，不需要一定要把头放在地上，可以的人放在地上没关系 ，OK， 不能的人头在听在空气 ，OK， 手掌慢慢的去后面去上面，打开我们的肩膀。好像我们要打开我们的腋下，这样子慢慢的扩大腋下一点点。很辛苦的人上下上下拳头，也可以让他舒服一下。
然后你才留在上面，三个呼吸。慢慢的吸气，回回来。吐气，放松你的手，摇一摇你的手，动动它。手推地下，慢慢的把自己推起来，去你的桌子。所以不懂坐直的人，好像把自己整个身体变成桌子的感觉。所以你的手跟你的脚变成桌子的脚，没有是脚，所以直直的，手腕准准在肩膀下面，膝盖就在你的臀部下面，肚子有抓一点点，颈项不抓紧，放松颈项，可以动一动。要开始手指头跟手掌心有推地下 ，OK， 膝盖有推一点点去地下，肚子有缩一点点，把背平平的弄平先。我们做 cat cow 几次，吸气的时候。把我们的背弄成 U 型 ，OK， 把肚子弄长一点的感觉。吐气的时候手推，把肚子和胸带进去里面。吸气，开始把颈项弄长，耳朵跟肩膀是离开。吐气卷起来，肚子有缩，胸有进去里面。吸气打开多一点点。吐气卷起来，手掌心推，手指头推。吸气打开。吐气卷起来，回去你的桌子先。这时候脚踝起来，动动你的脚踝起来，动动你的脚踝，这样子卷一卷它，动动几圈，把方向也动一动，脚趾头也开关开关，抓一抓，开抓开这样子 ，OK。脚趾头推地下。膝盖起来，慢慢的去打我腿膝的，这个是第一个在犬式，我们只是需要拉一拉脚筋，所以你这样子，脚跟上下上下几次 ，OK。可是我不要你的身体去前面这样 ，OK， 我不要去 plank 啊，我要好像三角形一点点，不能去到很尖的三角形没关系 ，OK， 有拉到脚筋的感觉，上下上下脚跟，上下上下。可是也是同时去感受，你想你手掌心有没有推？我要有手掌心推去地下的感觉 ，OK， 不是只是手腕不舒服，很好，慢慢的膝盖放回来地下，回去你的桌子 ，OK， 稳稳的桌子先，把我们的右脚吸气的时候带去后面，不用带起来，拉直它 ，OK， 左手去前面。哎，拉一拉手指头，左手手指头跟右脚脚趾头反方向拉一拉。哎，这里吸气是拉长，吐气的时候卷起来，左手肘跟膝盖慢慢的靠近，可你只是需要滑你的脚回来就好。再次吸气拉一拉长先，吐气卷起来，这是卷多一点点。再次吸气拉长先，吐气卷起来。手放回原位，脚放回原位，右手不舒服有点，右手的手背放地下，推一推 ，OK， 的把力，右手的手背的把力 ，OK， 推一推它。右手回去原位，左脚的时候把左脚哇来去后面 ，OK， 左手推地下，右手慢慢的伸展去前面。拉一拉手指头跟脚趾头反方向，吸气是拉长，吐气滑你的脚进去里面，膝盖跟右手肘慢慢的靠近，甚至超过，吸气，哇，拉长视线，吐气卷起来，再一次，吸气，滑，拉长先，吐气卷起来，然后慢慢的手放回原位，脚放回原位，左手的手背。靠近地下，这样子推一推它。手放回原位，你的桌子 ，OK。右手吸气，手把右手从旁边打开一次，所以把你右胸、右肩膀打开，不要屁股转 ，OK。回去原位，吐气，右手慢慢的滑去左手下面，可是右肩膀、右手不要让它靠近地下，控制一点点，控制，吸气。回来多一次，打开右手
打开你右肩膀、右胸，吐气，慢慢的滑，更加的靠近地下，可是不要动地下，尽量的控制。吸气，回来，再次打开，这次打到最开、最开、最开、最开。吐气，慢慢的下，这次真的滑到整个手靠近地下，肩膀放在地下，右耳朵也给它靠近地下。这时候你屁股可能会朝去左边，回去中间 ，OK， 回去中间。这样子让你的重量掉在你的右肩膀、右手一次，没有关系 ，OK， 可以的人把左手带去天空一次。这里我们要转一点点，你不只要把你的左手带上去天空，你还要把你的左手带上去身体的右边打开，所以你有把你左肩膀打开、左胸打开的感觉 ，OK。你去专注在你的肩膀看，不要让它关起来的，左肩膀是打开的。不能的人左手放地上 ，OK， 没关系。慢慢的左手放回地下，左手掌，推你左手掌，把右手再一次打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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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。然后右手慢慢的放在哪里 ？OK， 左边的手，左手吸气打开，我们有三次。吐气的时候，左手轻轻的滑到右手下面，可是不要碰地下，尽量的控制，用你右手手掌在地上控制。吸气回来，打开多一点点，比刚才多一点点。吐气滑，不要碰，吸气推开，打开多一点点，比刚才多。最多吐气才能慢慢的滑下去，这是可以轻轻的左肩膀、左手放在地下，左耳朵放地下，屁股调回它给它中间 ，OK， 重量给它放在左肩膀上面，左手臂上面，一点点没有关系，右手吸气伸展去上面，去天花板先，只去天花板先 ，OK， 才来吸气伸展多一次，去天花板才来打开吐气，肩膀没有关起来 ，OK。肩膀要打开，慢慢的打开，有转你的上半身的感觉，慢慢的转。不能的人也有，所以不能的人右手就放地上没关系，你可以右手推一推，转多一点点。慢慢的手放回原位，右手推，吸气把左手打开这一次。多一点点，最多，再来，左手慢慢的放回去地下，回去你的桌子 ，OK， 你站在你的桌子上，这样子。再一次我们去 cat cow， 可是这次右脚的时候，吸气的时候不只去后面这样滑，还要去上面 ，OK， 然后慢慢的看你可不可以找到平衡，左手去前面，怎样这只手起来，就是右手很重要，所以右手推整个手掌去地下。才有力的把左手带起来，所以左手跟右脚 ，yes， 你先拉一拉先，给它长先 ，OK， 左手指跟右脚指头反方向拉一拉先，然后慢慢的我要每个人去上面一点点，拉长了手上右脚上 ，yes， 肚子有抓一点点，核心抓，三，二。一慢慢手肘跟膝盖靠近，所以卷起来，右手要推多一点点，你背是拱起来的，卷起来的，卷，三个呼吸，一，膝盖碰手肘也可以，或者甚至膝盖去找鼻子，手肘去找你肚子，三，慢慢的手放下来，膝盖放下你的桌子。OK， 你不应该觉得你右手腕很不舒服，因为你的手掌心有推地下，用你的 roll OK， 左手的手，左脚的手，吸气，左脚去后面，起来，先稳先，然后推左手去地下，右手拉去前面 ，Yes， 拉一拉长先，手指头跟脚趾头反方向是，才来带去上面，拉高一点点 ，Yes， 用你肚子的核心那里一点点。不要垮，不要让你肚子垮下来。OK， 手推，以控制的手肘跟膝盖靠近，控制，
所以左手很重要，左手在地上那只手很重要，卷起来三个呼吸，尽量的不要让你的脚趾头一轻易的靠地下，至少卷起来二三，手慢慢的放回原位，脚放回原位，轻轻的坐在你的脚跟上，回去，手食指头 手指头脚头脚扣，动一动你的手腕 ，OK， 不是食指头，手指头转卷，反方向卷一卷你的手 ，OK， 动一动它，动一动它。这时的时候，我要把重量放在脚踝，所以坐去后面一点点，重量去后面一点点，后面一点点，把重量放在你的脚踝上。开始有人不舒服了 ，OK， 可是如果能的话，他会放重量去后面一点，膝盖会自己起来 ，OK。如果你觉得很不舒服，你不要去太深，这样子就已经不，已经很难的话，留在这边。可以的人去到最后面一点点，膝盖可以自己起来的话，你找一个平衡可以手靠近，手带去上面留住。不能的人手这样子或者放在地上，十、三、一，膝盖轻轻的放回来，手回去原位，在这边前面动动你的脚踝，一下子先松一松它，很不舒服 ，OK， 脚趾头也可以开关开关，从这边。我练练肚子力，小手放地下去一个普通的 forearm plank， 平板式。我要你的肩膀准准在手踝、手腕、手肘上面 ，OK， 脚把它弄直，脚可以打开一点点 ，OK。总之不要翘屁股就是了，肚子有抓一点点，屁股有夹一点点，手推把背拱起来 ，OK， 颈项放松一点点，不要太抓紧。这里我们留。十个呼吸 ，OK， 我再一下，九、你觉得很难的话，留在这边 ，OK， 可以的人，你就可以把右脚带起来一点点，再可以的人，左手和右脚 ，OK， 不能的话留住，或者脚起来就好。Okay， 可以换的人换脚，最后五个呼吸，屁股不要翘起来，简单单，屁股不要翘起来，身体前面哈，这样子，嗯，这样子留住，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我要慢慢的留在你们的腹啊、这个 plank， OK， 普通的 plank， 全身不动，想啊，全身不动啊，只有屁股，屁股慢慢的沉下去地下。屁股慢慢的掉去地下，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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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，然后又慢慢的上回来，上上上，用你肚子力抓它回来，肩上上上 ，OK， 下慢慢的下，再两次，慢慢的下，我不要你的手沉下来 ，OK， 肩膀不要沉下来，只有屁股吧，再来一次，上慢慢的上，慢慢的上，慢慢的上，最后一个，慢慢的下。吐气的时候慢慢的下，慢慢的下，慢慢的下，慢慢下，下到完。OK， 手就这样子打开。OK， 脚趾头 pointing， 脚和屁股推去地下，把胸推去前面一点点，肩膀带去后面，颈项有长了，不要缩起来，是这样，耳朵跟肩膀离开。OK， 很难的人没有关系，小手走去前面，你就可以颈项长。可以的人，手肘跟你的肩膀一条线。这样子 ，yes， 不要关起来，要打开，然后脚和屁股不要放松，脚和屁股推去地下，特意的推一点点去地下，五、四，还是你的这个屁股有进去里面，进去里面，不要让它翘起来的感觉 ，OK， 翘起来你的腰不舒服，一慢慢的下来，手打开一点点，让上半身掉下来。这是把你的头看去左边，是把右耳朵躺在地下，把右耳朵躺在地下，转一转你的头去左边的意思。然后全身都是放松的，不需要抓紧啊。放松一次，放松一次。当我们放松的时候，不做东西的时候啊。
看可不可以把专注力好像一开始这样子移到我们的呼吸上，去感受呼吸，感受我们身体子，转我们头去右边另外一边，回来中间一次 ，OK， 回来中间先。这次我要把手掌放在胸旁边 ，OK， 手肘没有打开去左去右 ，OK， 关起来，好像你把那个点你的腋下关起来，不要让人家看到这样子。有些人这样子都不能的话，手去前面一点点，打开一点点没有关系，可是手肘不是打开，总之是关起来就是了。脚合起来 ，OK， 想着你的头顶跟你的脚趾头反方向先，给整个身体弄长一次先 ，OK。然后脚和屁股开始推去地下，吸气的时候把上半身带起来，手帮忙一点点推起来 ，OK。然后再慢慢的肚子抓紧，手离开你一下，抓关关关你的腋下起来，手放在胸旁边的就这样子，不能的人有这样子没有 ？OK。胸有打开，颈向长，耳朵跟肩膀离开，五、四，肚子的力，三，不要用你颈项的力 ，OK， 颈项放松一点，一慢慢的回回来，额头放低下，放松一下子。这是把我们的手带到身体后面十指交扣 ，OK， 不要放松你的拳头，我要有抓紧一点点的拳头的感觉，然后你的肩膀就这样子绕一圈去到后面先，一样。你的头顶跟你的脚趾头反方向先，给身体弄长一次先 ，OK。脚和屁股推，吸气，把上半身带起来，肚子立。吐气的时候，把你的拳头带去后面，带去上面，所以把胸打开，肩膀打开的感觉。我不要脚起来，脚不要起来 ，OK， 脚不要起来。我说，请你脚抬起来，不要特意的推你脚去地下，特意推脚去地下。三，一吐气，慢慢的放松下来，手放松，推自己起来一次。是我们第一个 Charles Pose， 把我们的臀部带去后面脚跟的方向，给它躺下来，然后额头可以放在地下。嗯，从这边我要每个人的手，慢慢的去找你的脚跟。OK， 找脚跟，然后好像你要把你的头、你的脸靠近你的膝盖这样子，所以你有卷起来的感觉，卷起来，然后慢慢的手抓着脚跟，把臀部带起来，好像你就拱着背这样子卷起来的感觉，你觉得舒服一下 ，OK， 不一定会很高哦，总之有把你的背卷起来、拱起来一点点，不要把重量全部放在头 ，OK， 脚有推去地下。这是 rabbit pose， 兔子。很好，慢慢的回回来，坐在脚跟上。啊，慢慢的推自己起来。规则 ，OK， 规则。规则的时候，我要你们已经开始把膝盖跟脚趾头的这整条推去地下了。OK， 跪这手不是这样子跪，而是已经有用力的推脚去地下，你站直，手这样子抓，手抓，左手抓，右手抓，右手抓，左手抓。吸气是肚子有缩一点点，不要太放松。吐气的时候，小腿推去地下，慢慢的上半身移去后面，记得用小腿推哦，你大腿前面很酸一点点，给它酸一下子，没有关系，给它酸一下，这样子留住五个呼吸，五 ，OK， 留住啊，我看到了。是，不要用腰力那么多，你用肚子力抓着一点点，整个身体去后面，三这样子，滴滴的，滴滴，滴滴，好，你卡松一点，给你脚酸一点点，有大腿酸没有关系，不要敲，可以，咦，慢慢的回来一次 ，OK， 这次手放在你的臀部这样子。推你的臀部去下面，推去地下，
还要推去前面。OK， 我们做一样的东西，可是一样小腿还是要推去地下。肩膀绕一圈，这次慢慢的去后面，这是有后弯的感觉，可是不要用到你下半背这样多，上半背胸一直推去前面和上面。颈向长，留在这边。如果可以轻易去到你的 full camel， 你的骆驼式的话去，现在你已经是骆驼式 ，OK， 没有关系。如果你觉得你的手可以放在脚跟上面，你可以抓，去抓。有你的核心的力一点简单，当然可以迈放轻轻，你不要放松松。即使你在 full camel 在这边，我要你推你的胸去上面，推胸去上面，脚推去地下。三，一，手可以回去你的臀部，用你的肚子缩一缩，手进去里面，吸你肚子进去里面，慢慢的回回来，回回来，回回来。第二个 child's pose， 我们推屁股去找我们的脚跟，额头放地下，或者你想把额头转去左边，转去右边也可以。把我们的手走去前面，最前面，把自己推起来一个桌子 ，OK， 这是桌子，脚趾头按地下，这是去 downward facing dog， 像刚才我们做过的三角形的动作 ，OK， 三角形的，三角形的动作，三角形的动作，可以脚跟上下当下动几次 ，OK， 可是手掌心继续推。想着你的手指头跟你的尾巴反方向把你的背弄长一次，你会觉得舒服哦。OK， 给它弄长一次，因为刚才你做后弯，现在弄长，你会觉得舒服。所以膝盖可以折没有关系，可是把背弄长、弄直，用一点点的力把它弄直。看两手中间，把我们的右脚踏在两手中间的靠近右手的方向，踏 OK。不能的话，用你右手抓去前面，左膝盖放下来 ，OK， 慢慢我们去 high lunge， 慢慢的推你的前脚跟后脚去地下，把自己带来这个地方 ，OK， 膝盖准准在你的脚踝上面，手放在膝盖上面，你推去前面的时候不是这样 ，OK， 而是有肚子缩进去里面，把你的肚子离开你的大腿一点点，前脚推，后面的脚趾头按在地上，或者是。脚趾头抛没有关系，可是不要把重量放在膝盖，前脚推，后面的脚背推后面，或者后面的脚趾头推，你就不会膝盖不舒服。啊，那慢慢的把屁股带去下面，屁股去下面，开，慢慢的开 ，OK， 嗯，搂搂，简单单搂，慢慢的下，你可以拍拍下下下，嗯哼，下，进，慢慢下够，可以慢慢几个呼吸，吐气的时候下一点点。Okay， 可是我不要你们这样这样哈，不要这样，不啦不啦，没有力没有力这样，我要有这样 ，OK， 是有力的，带你的屁股去地下，有力的带你的屁股去地下，而不是放松的让它慢慢掉 ，OK， 而是有力的你自己带去地下，可以把手带去上面的人带去上面，所以手指头带去上面的人呢、啊，手指头跟你的屁股是反方向 ，OK， 手要上去上面，屁股要去下面。很酸，你脚 ，OK， 五、四，酸你不要不用力哈，继续用你的脚踏去地下，三、一，手轻轻的打开，放在地下，两前脚的两手两边 ，OK， 把前面的脚。吸气的时候弄直一次，不能直到完没关系，折一点点没关系，可以折回去，再几次弄直一次，折回去，弄直一次，折回去，然后弄直，留住 ，OK， 屁股把它弄平一点点，这个脚跟没有推去前面，还有进来一点点 ，OK， 上半身弄长一次。上半身慢慢的掉去地下，好像你的胸要去找你的右小腿，肚子要去找你的右大腿，这样感觉慢慢的下，慢慢的下，慢慢的下。
这时的时候，后面的膝盖到脚趾头，后面那只脚的膝盖到脚趾头，不是放松松的，有推去地下的感觉。OK， 去感受一下，没有推和推，有推的话，你可以慢慢的把你屁股弄平一点点，再下沉一点点。OK， 推胸出来一点点，Melissa。OK， 不要弯骨着下就是了，颈项不要缩着，没有人的颈项是短短，全部人颈项长长。OK。屁股不要推后啊，呸呸，不是叫你屁股推去后面 ，OK， 一吸气头起来，吐气右脚折起来 ，OK， 从这边听完，我们慢慢走这只脚去外面，去外面，去外面，手进去里面 ，OK， 这个膝盖打开它，关起来，打开。关起来，这只脚稳踏去地下 ，OK， 打开，关，打开，关，打开，关，打开到完留住 ，OK， 后面的脚的膝盖退后一点点，如果人家这边的话，你去退后一点点看试看，可以下身一点点嘛，屁股 ，OK， 这样子 ，Yes Yes Yes，OK，、okay? 然后慢慢的看可不可以把小手放在地下。有些人不能没有关系 ，OK， 可以的人，不能的人，或者你要放在脚上面也可以，这样子挡住一下。可是我不要你弯骨这样子，不要卷起来啊，不要驼背，驼背的反过来，反意思 ，OK， 反过来会难 ，OK， 开始你这边大腿内侧会酸一点。不论你在这边，或者是手肘放在地下，慢慢的我要每个人都把后面的膝盖带起来 ，OK， 可看不可摆，这是左脚。右手跟左脚 ，yes， 然后转一转，把它开关开关几次先，开关。有些人不能的话，刚才我讲说绳子 ，OK， 现在可以用绳子或者是你的布开关开关，松一点点了过后，把它带靠近你的屁股，转多一点点 ，OK， 转多一点点。膝盖继续打开，转去后面，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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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后面，留住，去感受你的右脚在前面，对呀、啊，后面那只脚折起来 ，Wendy， 踩在右手，对呀、啊，然后屁股下 ，Melissa， 屁股下，慢慢的下 ，OK， 右肩膀打开 ，Annie， 转，一慢慢的松开你的手，手放回原位 ，OK， 慢慢的把右脚带回去，拨去后面，你可以拨，拨去后面，回去你的三角形，然后动动你的脚，啊，舒服一下，啊，舒服，哎，动动，感受你左脚跟右脚的分别，然后两手中间看两手中间，左脚踏去两手中间。OK， 不能的人用你的手抓下来，用力的起来这边。OK， 推推，让肚子跟着大腿离开，然后后面的脚你要拍可以，这样子可以。后面的脚背推地下，前面的脚板推地下，不要让膝盖走，右膝盖很不舒服。OK， 然后慢慢的留在你的 low lunge， 屁股下，好像你把你右屁股去找左脚跟的感觉。右屁股去找左脚跟点，然后手可以上的人上，手指头跟你的屁股方向拉一拉，所以手要上去上面，有人拉你的手上去上面，你又特意的推你的屁股去地下，可是不是这样沉下来，肚子有缩一缩 ，OK， 给你的上半身直直一条线就好了，试看 ，OK， 手不能上去没有关系哦，手可以放在膝盖上面，可是我不要你的肚子一下子就碰你的大腿。Yes, yes, yes, 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嗯哼。Nice, nice, nice, Kawaii, good. Go deeper, 慢慢的下身一点点，没有关系，脚会酸一下，可以让它酸一下。然后慢慢的手轻轻的放下来，几次的把左脚打弄直和折 ，OK， 弄直吸气。折起来，吐气啊，弄直吸气，比刚才直一点点了，
吐气，下身一点点，屁股更加的靠近脚跟，弄直，折起来，弄直，折起来，追一次，弄直一次，这次留住，把屁股弄平一点点。有些人膝盖不能直到完没有关系，要折一点点没有关系。OK， 上半身给它弄长一次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才来上半身慢慢的掉去你左小腿、左大腿的方向。脚跟不是推去前面哦，脚跟有带进来一点点的感觉进去。OK， 后面的小腿推，慢慢的下，拉一拉你左脚筋就这样。有感觉到你左脚的大腿下面到你的脚跟都有被拉一点点就很好。OK。手不能放在地上的人，手放 block 也没有关系 ，OK， 顶一顶哈。后面的脚不要 不用力，后面的脚小腿推，嗯。吸气，头起来一次，吐气，左脚折起来，从这边记得把左脚慢慢的带开去旁边外面，手进去里面 ，OK， 手进去里面，膝盖开。关开关开关，慢慢打开多一点，每次开多一点，开关，你可能会听到声音，给给给给，但是那边开关，然后开到完，留住 ，OK， 后面的膝盖可以去远一点点，去远一点点，然后屁股下伸一点点 ，OK， 这里留住，胸推出来，再可以的人才来把小手放在地下，所以或者是放在脚上面。可是不要卷起来，要有推你的胸出来的感觉，推出来，推出来。Yes, ye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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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. 然后屁股又给它下，不要重心去右边，是你姐姐去左边。OK， 屁股没有去右边，给它去左边一点点，会比较难一点点去左边。OK， 嗯，不要看下面，然后慢慢的。不论你在那里啊，小手在地上或者是手掌在地上的话，后面的膝盖折起来，左手去找右脚的意思，找不到的人用绳子 ，OK， 用绳子带进来，开关开关几次 ，OK， 开关开关几次，那舒服一些，开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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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你觉得 OK 了过后，你把它关起来，靠近一点点，很酸，然后慢慢的转，把你的左肩膀不要关。我要开，我不是这样子为了把拉起来吧，我要把左肩膀还要开一点点 ，OK， 这样子留住。然后看去后面，转一转你的身体，胸打开一点点 ，Yes， 屁股又给它去地下 ，Yes Yes Yes， 膝盖打开看，三。手掌心有没有推在地上那只手？一，慢慢的回回来 ，OK， 然后慢慢的把左脚带回去后面，然后去你的 downward facing dog， 松一松你的脚。松一松过后，看两手中间。膝盖折一点点，大步的走你的两脚去两手中间走，走 ，OK， 两脚可以合起来或者打开一点没有关系。吸气是把上半身弄直一次，手不一定能放在地上的 ，OK。吐气的时候，我们去一个前弯，慢慢的下，好像你的头顶要去找地上的脚趾头这样子，屁股要上去上面，膝盖有些人折一点点没有关系，因为脚筋很紧没有关系。可是我要你整个脚板有推去地下的感觉，整个脚板，所以脚的内侧尤其不要忘记脚趾头有力，所以上半身可以去前面一点点，头顶继续的下，你感觉到脚筋真的是被拉 ，OK， 然后留在那边一下。Yes, yes, yes, 没有关系。可是我不要你们抓紧你们的颈项啊，不要缩起来，因为你的耳朵跟肩膀不要靠近，不要靠近，不然的话你的这肩膀颈项很不舒服，很压力。很好，看前面一次 ，OK， 看前面，手放在地上，看前面一次，膝盖折，折一点点，然后慢慢的脚推地下，搭起来一个椅姿势。那这个是你的椅子。OK， 看去地下的时候，膝盖不要让它遮着你的脚趾头，所以膝盖没有抬去前面，去后面一点点。
OK， 你要去伸屁股去后面去下面慢慢的坐下来。OK， 我要有看到肚子有缩一点点，所以手指头跟你的尾巴反方向给它拉长去，脚有力的推去地下，脚会开始酸，还可以给它酸一下子没有关系。嗯，没事，屁股去后面下面，伸一点点，嗯，给它酸一下没关系。手带到耳朵旁边拉一拉过去，拉拉，你拖一拖一，可以顺一节。Yes， 颈项不要缩，颈项没有。五，第二次来 ，BB， 第二次来留在那边，嗯，留在那边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站起来，伸展全身一次，看前面一个不会动点先 ，OK， 看着那个不会动点，把脚跟搭起来，手指头跟你的脚趾头是反方向拉一拉它，拉一拉它，拉。给它高高长长去，手指头跟你的脚趾头是反方向拉长，所以没有这样 ，OK？ 拉长的时候身体直直长长，肚子有缩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脚跟轻轻的放下来，每个人手也放下来，自己的脚力还有肚子力，把右膝盖带去你的胸。带上来 ，OK， 慢慢的膝盖朝去下面，右手抓你的右脚踝 ，OK， 右手抓右脚踝，我们要去一个 dancer pose， 左手伸展去上面一次吸气，拉长你的上半身，吐气的时候，上半身去前面，脚去后面 ，OK， 你们可以每次吸气的时候伸展一点点，吐气再下，吸气伸展，吐气再下。然后推你的右脚去后面，所以右手抓着你右脚的手是反方向的 ，OK？ 你右手抓它，脚要推去后面，看你的前面那只手可以的人。五、四，膝盖要折一折没有关系，可以有些人脚膝盖不舒服的人折一折。三、二、一，慢慢的回回来，不要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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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放在你的腰，把右脚慢慢的弄直一次。有些人不能直到弯没有关系 ，OK， 这样也是直，手肘给他带去后面靠近对方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慢慢的折，慢慢的下来，动动你的脚几次。我们做另外一边一样一模一样的 ，OK， 右脚推地下，左膝盖带去找你的胸。我要看到你们真的有力的把左膝盖带去你的胸，用什么力？用肚子力卷起来，咕隆一咕隆一咕隆，卷卷卷卷卷 ，OK。然后慢慢的，膝盖朝下，左手抓抓脚踝，这样子。有些人抓不到的也有哦，用布啊 ，OK， 又或者用绳子。吸气，右手伸展去上面一次，吐气的时候上半身前面，左脚去后面，吸气弄长一次，吐气下。吸气弄长一次，吐气下 ，OK， 看下几身是你自己的，可是我要的是有脚推去后面的感觉，没有放松的 ，OK， 不要卷着，我要推去后面，你的大腿会酸的。四、三，膝盖不要给它朝去左边 ，OK， 朝去地下，一，慢慢的回回来，不要把脚放下来，不要把脚放下来。OK， 把脚弄直带去前面，手放腰上面，手肘带去后面，整个身体弄长。五，脚力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四、三，越高越好。OK， 一，慢慢的放下来，动动你的脚，松一松你的脚，把你的身体这样子打开，跟我一样。OK。大概一条腿的长度，脚趾头朝去前面的 ，OK， 脚的内侧有推去地下，整个脚有稳的抓紧的。我要手带到身体后面，指着脚扣，肩膀吸气的时候绕一圈去后面一次，吸气把上半身弄长一次，吐气的时候用你的全身不动，只有髋关节这边 hip joint 那边动吧，慢慢的下，慢慢的下，
慢慢下，你一下你就要卷起来的话不要再下了， OK， 你不要让你自己驼背，然后慢慢的把手拳头带去上面，就这样简单，脚趾头推哦，膝盖不舒服的人折一折，一点点没有关系，下，可以下身一点点的人下身一点点， 手可以动地上的人动， OK， 可是不要卷着下，不要把重量全部放在脚跟，不要去后面的，所以脚趾头有抓可以直，膝盖可以折没有关系，下，拳头可以不要放松那么多， OK， 不要放松那么多，胸推出来一点稳定，不要卷起来就是了，总之不要驼背，不要驼背， OK， 每个人不要驼背，是简单去准去简单单去专注在你的肩膀一上一下，不要一上一下， OK， 给两个一条线，口口慢慢的用一点点的力，延续再开，你的肩膀很紧，慢慢的打开，很好 ，yes， 一慢慢的脚推地下才能起来嘛，对不对？脚推地下，慢慢的用你的脚力给它自己起来，慢慢的起来 ，OK， 松一松你的手，可是脚不要关啊，松一松你的手吧，这是手脚趾头朝去左去右 ，V shape 下屁股。OK， 你的膝盖没有关起来，打开这下，上，稳稳的下，上，我不要屁股翘的上下上下上 ，OK， 肚子有做一点的下，上，这个下，手打开 ，Goddess Pose，OK，、okay? 可以把脚跟带起来的，你去你的脚跟放出来，带起来没有关系 ，OK， 不能的话跟着我就好。脚很酸 ，OK， 可以的话膝盖跟你脚一条线 ，OK， 你是要打开的 ，Yes， 不要翘屁股，指令不要翘 ，OK， 我没有翘，从旁边看没有翘，要这样，手当波，手一点点，三、二、一，慢慢的推起来，再一次下 ，OK， 然后手这次放在大腿上面转一转，好像苏摩加你们的。像普斯这样子转一转它，让舒服。转一转，另外一边，然后回回来，才来站起来，关你的脚起来，关关关关关，然后坐下来。OK， 动动你的脚，这样子打开去走，去右，让舒服一下。最后一点点 ，OK， 我们做一点 twist， 还有一点点拉脚筋。之前时候上个星期我们是做这样子，这次我要的是这个脚膝盖这样子折起来，这样 ，OK， 这个折起来首先屁股已经起来有没有？你这个小腿啊的肉啊，小腿的肉带出一点点 ，OK， 然后把屁股坐下来 ，OK， 尽量看可不可以帮到你。给、okay, 帮不到的人，可能你的左屁股下面就要放一个老这样子啊 ，OK， 尽量的两个屁股在地下，然后把这个膝盖带开，这样子开起来。我是只能90度吧 ，OK， 有些人可以开更多，你去开更多没有关系 ，OK， 看自己。然后左手慢慢的小手放在地下，有些人放不到，我可能也是放不到，我是这样子放不到上面。OK， 或者有些人需要到两个 block 也是可以放两个 block。这时候我左脚已经 active 了，不要放松了。OK， 我右手伸展去上面一次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右手慢慢的去找左脚的方向，可是不是这样子，我要去找它，我就这样选。我不要，我要胸一直打开，这慢慢这样子下下。你吸气的时候伸展你的手弄长先，吐气的时候下一点点。你每一次吸气弄长一点点，吐气下伸一点点。弄长一点点吸气，吐气下伸一点点 ，OK， 我要你感受到左右边的腋下到你右边的腰有拉拉拉，慢慢的拉，慢慢的拉，慢慢拉 ，OK， 上面那只手麦帮轻轻，哎你，哎滴滴滴滴滴滴落，滴滴落，这只下，这只下，这只下 ，OK， 慢慢的下，然后把胸推出来一点点，没事，不要关，开，开 ，OK， 开，开你的上，你的胸，雪玲上面那只手不要啊，慢慢的下。
记得上个星期嘛，只要水要去伸的话 ，OK， 你甚至可以左手左膝盖放啊，左肩膀可以放地下，右手可以做左脚，慢慢的打开一样的东西，慢慢的打开。Yes， 三。去不到深，至少你要感觉到，总之要右边的腰有被拉到就很好了 ，OK？ 每个人都 OK， 每个人都很好。Yes, yes， 佩佩，胸打开，不是放在那边。嗯 ，OK， 一，慢慢的回来 ，OK？ 每个人都在这边有没有？把膝盖带回来，我们做第二个 pose，OK？、Okay? 一样调，给你屁股平平先 ，OK？把这只脚直的脚折起来，抓小脚板带起来 ，OK。有些人带不起来的人用绳子这样子或者布这样子抓着 ，OK， 抓着 ，OK， 这样子抓着啊。然后我不要卷起来，上半身推开，胸先把它弄出来先 ，OK， 弄直你的背先，然后才来用你的手力把你的脚带靠近。带靠近，你可以带靠近，不用小绳子这人手抓或者小腿，慢慢带靠近。可是不要压去伸，你就这样子，不要，我不要卷起来，我要一直推你的胸出来，把胸跟小腿带靠近的意思，不是脸。头很简单，胸和小腿就不简单。伸的人可以去伸的人，扣起来，看上你的脚趾头。下巴动你的小腿 ，OK， 用一点点力 ，Melissa， 用一点点力推胸出来，嗯 ，OK， 耳朵跟肩膀离开，不要缩，每个人不要缩你的肩膀 ，OK， 五，可以用绳子的一般 ，OK， 是脚筋很紧的那种啥，胸推出来，用力一点点，佩佩，三，嗯，手臂跟他靠近，二。一，慢慢的放松，你的脚压下来，这只脚不舒服，慢慢的弄好它，给弄直它，动不动它，松不松它。一样的东西给左脚，左脚折起来，这样子，先弄好它先，所以把屁股弄在地下先 ，OK， 小腿推出来揉，然后把它打开。有没有可以打开几多是你自己啊？我是只能九十度，然后尽量的把屁股放在地下 ，OK？ 需要 block 的人用回你的 block， 右手放下来 ，OK？ 或者放在地下也有哦。左手伸展去上面吸气，弄长先，手指头去上方天花板先，吐气的时候才来手指头去右身体的右边下拉一拉 ，OK？ 拉一拉。Yes, yes, yes. Yes. Yes, 每个人都有，很好做。Yes, 去伸的话记得吗？就是把你的肩膀慢慢的靠近地下，然后看去上面，前面看去上面转，你的身体有转的感觉。OK, 伸的人就可以转，你去伸了，你就可以转。Yes. Yes, yes, Jane 很好，把胸打开多一点点，转过。我知道很难的，要留住一下子，再一下子 ，OK。三 ，BB 把上面那只手弄直，弄长。Janet 当把胸打开，三，不是朝下就对啊。一慢慢的回回来，你把膝盖带回来 ，OK？ 你可以松一松先，有点不舒服，腰，然后把脚弄直啊，弄折起来，抓，带上来，做另外一个 pose，OK？、Okay? 这里，总之不要把你的，不要把你的背卷起来就是了，弄直先你的背，弄直你的背先。才来用你的手的力把脚带靠近你的身体，
这个时候你的脚没有什么压力的，尽量的看可不可以把它弄直一点点 ，OK， 弄直一点点，试试看。膝盖没有这样多压力，所以你可以尽量的把它弄直一点点，没有关系的。要用绳子，用绳子 ，OK， 没有关系。可是我不要你们肩膀跟耳朵缩起来，还是颈向长 ，try 连颈向长 ，OK，try。Yes. 用绳子没有关系，用布也没有关系。胸去前面 ，OK， 眼睛去前面，上半身去前面。十。三月很好，不要缩起来，肩膀不要缩起来，带你的胸出来 ，OK， 不只要把脚带靠近，是把你的胸带去前面。三，一慢慢的放下来，把你的脚弄回来，眼尾松一松，松一松，摇一摇它，摇一摇它 ，OK， 把两脚打开一下。这样子 ，That's it， 我们练到东西 ，OK， 把屁股肉带出来一点点，拉出来，拉出来一点点，所以你坐稳，可以把脚打开多一点点，你要去一直嘛，可以去一直嘛 ，OK， 把脚板打开，膝盖太直的人啊，太很紧的人，膝盖直一点点没有关系，吸气把上半身弄直一次，吐气去前面 ，That's it 下 ，OK， 看自己跟上次有去。有没有比较深一点点 ？OK， 不能的人，不能去前面的人也有哦。这样子，手放在身体后面，推给背直就好了。OK， 推给背直，也要把脚放在你的脑上面去跟深的人 ，OK，advanced 的人去做。这样子，记得不能的人把背弄直就好，把胸推出来，每个人不要僵，不要僵，要僵，要僵，把它弄长。可以吓到人，吓到玩 pancake，OK，、okay? 把你的肚子跟你的胸碰地下，四、三、一，慢慢的推回起来，推回起来，推回起来，推起来，做一个 butterfly， 两脚板合起来，抓着你的脚板，膝盖朝下，身体弄直一次，吸气。吐气，上半身去前面，下面要完了 ，OK， 一点点，啊，膝盖不要让它关起来，尽量的让你的膝盖开，靠近地下，慢慢的起来，膝盖关起来一次，头放下来一次，放在你的膝盖上。慢慢的做 cross legs， 转一转，左手放膝盖，右膝盖上面，右手放身体后面，吸气上半身弄直一次，吐气慢慢的转去后面一点点，慢慢的回来，换手，右手做左膝盖，左手在身体后面，吸气上半身弄直，吐气转一转。慢慢吸气，回来，中间，把两手搭去上面伸展一次，去天花板，去天花板，手掌合起来，手慢慢的带到胸前一次，手指头、拇指可以动到你的胸膛，感受一下你的心跳，把眼睛关起来一次。可以给自己一个微笑 ，Namaste， 谢谢你们。So 一样的，去 Savasana 没有睡到休息一下 ，OK？ 要继续练的话，练了过后去休息一下，三分钟就好，3到5分钟 ，OK？So 问题的话，可以打开你的麦。